肠镜和胃镜如果要选择一起做，我们现在医院里是可以建议做无痛，因为无痛的话，患者不会有那种疼痛啊，或者恶心呕吐啊，或者特别的腹痛、腹胀啊这种感觉，所以他一般能接受。啊，如果这个患者呢，他非要做就是普通的胃肠镜，要做无痛的，我们现在一般是按照这个程序，就是患者先做肠镜，做完。